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忽夫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86集的节目。我特别把86啊留给了86的指挥官级的 OP。我的话呢是某社团预定的，台币大概是2700多块钱就入手了啊，可能比各位在特卖会上买的还要再便宜一些。那么我从盒子里头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我确实非常的惊艳这款玩具的重量啊，还有它的一个质感。关节的紧实度特别是它的一个手感啊，你在做一些玩具的把玩的时候呢，这身上的这种关节的紧实度啊，真的是恰到好处啊。我讲恰到好处，你这枪就垂下来了啊。那我先前呢其实也并没有说去非常看好这款玩具了啊，或者是说我现在对官方的玩具呢我一直都不会特别抱很大的期望，因为就已经被伤心刺激太多次了，我们都不要抱太大期望。所以一开始的话呢，最差的情况下呢，我都认为它可能是先前的这种地球崛起的一个稍微换色或稍微改一下啊，实际上呢确实完全不一样。光是这个身高啊就有着不同的表现，身体的体型完全的可以说是几乎是非常的不同啊。胸口的这个猛男的形象来讲，就是那种阿诺施瓦辛格啊，大概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那种超级猛男的那种大只佬的一个形象，他的这个比例来讲是壮得非常的多的。那背包的厚实度也是相差的非常的多。背包的话呢，可能吧，我觉得是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但是他后面收得非常的干净，整整齐齐。而这款的话呢，因为他我还是要提一下，因为这是以86大电影，它是 G1 的形象，这个并不是 G1 形象啊。但是我们撇开还不还原 G1， 光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我们也会感觉这一款的话呢要干净利落的多得多。那我们就先看这个玩具的本体吧啊。首先呢，它的面雕我觉得很好看，天线的话呢是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小调整的啊，如果你愿意做一些调整。眼睛 MP10 的水蓝色，这个我提一下它的口罩的部分，口罩跟帽檐的这个距离我觉得恰到好处，稍微的远一点点。有很多 OP 的玩具呢，我感觉不知道是玩具尺寸的关系还是怎么，我觉得口罩跟帽檐的距离太过接近，导致于说它的眼睛真的只露出眼睛而已。但这一款的话呢，明显还可以露出一点点的脸颊啊，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感觉了啊。那它的这个烟囱侧边这里，它的话呢是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凸，你可以稍微这样子稍微去放着，但是它稍微推一下就会去碰开，甚至你二头肌有时候转动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不小心去碰到它啊，比较稍微有点小可惜了啊。那么手臂的话呢，这里手臂侧边转过来啊，这个地方有个缺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的毛病了？这个只是还是要提一下了啊。那有一个能量辅是软胶部件啊，有一侧呢有一个空洞，透光度的话呢普通啊，但是就有比没有好了啊。另外的话则是一把大枪，大枪的话呢没有变形的机构啊，所以它就只能够拿下来，或者是不取的时候就是藏到这个车库里头去啊，并没有能够折叠啊收到里头啊。这个当然是这个又不是真正的 MP 级啊，我们也不要求这个了啊。那作为一个博派的领袖啊，这个领导模块部分当然也是有的啦，就藏在他的胸口里头吧。不过这个领导模块感觉还是比较单薄一点，拿的时候呢我觉得拿的不是很稳啊，大家把玩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他的拳头的比例其实是偏小的啊，我觉得吧，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拳头你相比较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的错觉，这一款递出的这个 OP 它的拳头跟它的跟这个 SS 的拳头几乎是一样大，但是体型它比较小嘛，所以照比例来看它拳头就变大了。那这个当然考虑到说你的这个拳头要收进小臂里头可能有它的一个顾虑。那么裙甲的话呢，这里单独的这一片动起来踢，往后踢的这个裙甲也是可以完全摆平的。那这个前后的这个支持力度我觉得挺好，以这个官方现代玩具来说啊，这个摆起来的一个感觉是真的是蛮好的了啊。然后膝盖啊可以弯到超过于90度啊，然后它的一个脚接地也非常的好看。里面的话呢有一些细节的刻画啊，对了，顺便再提一下好了，其实以前我没有那么在意说 G1 的 OP
大腿是不是要白色啊？以前我总觉得好像灰色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呢，后来好像很多这个第三方的一些玩具啊推出啊，都会标榜是橘腕配色，那这个大腿变成白色，好像是一个标准配置一样。那么呢，这个腿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小搞笑吧。这个它明明这里是做出一个弧形，应该是接近于 MP44 吧的那种弧形，可是它后面就是方形啊，又变成 MP10 的这个感觉。你看到这里变成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断层的感觉啊，是不是很明白？但侧边这个弧形就很好看啊。所以说这个弧形的话呢，它是有意思想做，因为它后面是有嘛，但是你前面只做了一半啊，这个提一下也并不是很要命的一个过失了啊。那后面的背包就是看起来就很碎，对不对？很多的这个部件全部把它背在一起，大到类似于是一个飞行背包的一个尺寸了啊。那本来以为后面这里的这个变形会不会很复杂很碎，但其实啊，变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流畅，非常非常爽快的。那最棒的一点还是我一开始都提到的是它的比重，就是这个重量感真的是恰到好处，关节的紧实度什么都非常的好，这个觉得可以大书特书一番。那它后面的这个货柜的话呢，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所谓的一个自拍墙的一个状态啊，里头细节。然后这个塑胶的话呢，跟我之前手边有一个老 G1 的货柜的那种塑胶，我觉得感觉还是挺像的。那它的佩戴的小滚珠的话呢，可以跟这个指挥塔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组合，那我们就把它给做一个拆开。那这个特效键的话呢，这个就随便你怎么安排，这个上方的这个指挥，这不是指挥塔，就是这个驾驶舱嘛，什么，这个是可以打开的啊，盖起来，这个都有一个可动，上下也可以动。OK， 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通常情况下吧啊，通常情况下我还是会把它给放在这个货柜里头。那这个组合的话就非常的简单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就行了。那么呢，它也是可以有一个就是地台的一个展示，这两侧打开，然后呢侧边这里可以再把它这个关节给翻下来，前面的话还有一个支撑的点可以放下来到这边。OK， 那就是这就是一个维修台的一个感觉，那你就可以去死了，对不对？就可以上手术台了哦，这对不对？我这个毛病恐怕是致命的啊。那么呢，它的这个货柜形态，给各位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转换，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货柜的玩法了啊。这里把它给再次收回去。那它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把这一次。我真的觉得这一点是就是没有这个变化，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它的后面这个部分是直接打开放下来垂下来啊。一般来说，如果是稍微精致一点的这个货柜，就是两个车门打开，然后再拉出这个滑梯，这个溜滑梯让下溜滑梯嘛，这个板下来啊。那它的这个里头是可以藏东西的，就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稍微用一点力啊，才能够我至少我手上这块稍微用一点力，它这个地方吸进口打开。啊，里头的话呢就可以放那个一些其他特效件。你觉得啊没有用上的东西的话呢，大体上如果你懂收纳呢，还是能够顺利的把它给放进去的。所以说这个货柜是真的有达到了就是帮我们拖一些累赘物的功能。那侧方这个标志的这个线条啊 ,Autobot 的一个标志，上方来看这个塑胶的呈现的光泽是就是真的是就是蛮有那种老玩具的感觉啊，我真的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好了，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SS86OP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这个拳头的话呢，记得啊，这个虎口握的时候呢，这个指头要收到里头去。那另外一侧呢，我已经先把它给收起来了啊，手臂把它给捏紧。再来的话呢，我们把它的这个下盘的话呢，它的后面这里屁股这块部件给打开。那它这里有一个部件要折成这样啊，记得啊，这是需要折的一个位置。我先跟各位说一下，这款玩具你要转动它的一个下盘，还要转动它的胸口。胸口的转动的话呢，你必须先把背包然后这个部分呢都给解开来，解开之后这一片部件也要解开。好，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再把接着把这个背后啊这整个部件都给翻开，翻开之后的话呢，就可以把它给做一个旋转了啊，也就是说上中下
啊，上跟下是要转向的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先把这个头的话呢给收进去啊。头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翻出来，然后里头有一块部件挑出来，挑出来之后的话呢，头部放进去的时候呢，这里是有一个小缺口的，小缺口的话呢要对着 OP 的这个头盔，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用点力啊，才能够把它给压下去。当然前提是你这个头盔啊，你这个必须要对准的那个凹槽啊，这样子卡进去啊，非常的紧啊，卡进去。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往上翻上去，然后呢侧腹啊，这个以前在 MP10 啊，或者是很多的 OP 啊，都是用来藏轮胎，这个部分就放到这里啊，这个部件放到这个地方。这里的话呢，待会是要结合手臂这个凸过来的啊，先把它给就一个定位啊。这个时候这一片部件呢，再把它回到原位。是的，这一块部件它单纯的就是做一个避让而已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前方的变形吧啊。前方的变形的话呢，你看得到的这几个部件啊，我们通通都把它给打开。打开它将会形成一个车子，这个地方有点松啊，这个 C 型扣比较松一点啊。那这里一样，里头部件翻出来，那这里两侧把它给刨开，刨开之后的话，在这个地方翻过来，翻过来之后的话，你可以先组合这里也没问题。它这里有红色的凸，它要扣里头有一个红色的洞啊。OK， 把它给放进去，它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啊。记得好，先把它给扣上去也行。再来的话先到这里啊，我们就把这个手臂啊转那个方向过来，到这边收进去，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变形模式。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弧形的一个凹槽，就是要把这个凸啊给靠到这里。那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红色的凸跟凹的结合，在这个地方扣下去到这边，然后这里的话就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把它给整个给往上面盖上去到这里啊，错了，这个地方有个地方还没变到，这个地方从里头往外面推出来，它有一块遮住一个，哎，这一片部件记得，哎，有点紧啊，把它给推出来到这边，好，到这里，那这一片部件待会再盖上去，我们先把两侧都变完好了，这里旋转一个方向折过来到这边，然后呢整个推到后方去，到这里上方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起来，然后下方的话呢把它给收到这个凹槽，干脆两边呢先把它给好都给扣上了到这里。好，那这个部件往后推到这边，往上面这里抵住了这个侧边这个双动关节啊，保护一下啊，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再往前推一点点。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把它给往上面盖下来，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摁进去啊。烟囱啊它会跑了啊，这一点是没办法的了啊。这个地方好，把它给放进去。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下半身腿给变完，腿是这个样子，这片部件先推出来，它待会的话呢这个从这个地方啊，待会从这把它给扣进去，那两次都一样，先推上来，然后呢两个腿中间有一块部件在这里，这是有一个凸在这边，这个很难抠啊，非常非常难抠，我还是使用一下道具好了，把它给翻出来。那另外一边的话就是凹了啊，对付凹我比较擅长了，所以我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抠出来了。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把它的鞋尖脚后跟都把它给捏起，然后呢这一片部件直接掰开推到中间去，掰开这个跟 MP10 一样的这个部件推开来到这里啊，扣住，等一下两边做个结合。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把这一片部件给由这里滑出来，它这里是有一个滑槽啊，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滑槽，滑进去，滑到这边的时候呢先翻转这块部件，然后接着继续往前面，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先把这里扣上，这里的话呢从侧边过来，这里由下往上给卡进去，那这个轮胎就是内外翻折把它给翻出来，好，到这边，那这个中间就可以做一个组合了啊。另外侧的变形的话呢就是剩下收尾了，这里了，推过来反转，好，然后到这边，从这边下面上来，这里那这个地方扣进去啊，由下往上啊，这里有一个阿凡达跟印第安人的一个组合扣上去啊，最后就是把这个轮胎给翻出来 OK 吧。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款 SH86 指挥官级的 Optimus Prime 从机器人到一台卡车的一个
变形过程了。那么这一款86的指挥官级的 OP，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轮胎的滚动性。由于打了铆钉的关系啊，所以这一点表现还是非常之可以的。那以我来看的话呢，要挑毛病恐怕也就是上方这里有一些缺口没有补到完整了啊。再来就是这个烟囱没有办法固定啊，很容易去推一下就跑掉了。其他部分的话呢，这个尾巴的话呢，已经相较很多G1 的 OP 啊，不对，甚至是很多电影系或者是其他各系列的 OP 车尾都是一塌糊涂来说，我觉得这个已经做得很好了啊。那还原度这种东西呢，哎，我只能说 G1 的卡车头我只记得这个角度而已，其他后面的东西其实我个人没有那么样的清楚了啊。当然因为你主打是一个86的 OP 了啊，如果大家在这方面去抱怨的话呢，那当然我也是绝对是没有什么意见的。那这个雨刷什么都有做出来，这个胸口的玻璃不是完，它应该也是透明件，但它里头应该是在涂的这种蓝色的这种漆面还怎么样，所以做出一种蛮独特的效果。博派的标志的话呢，怎么是红底的白线稿，这个我是有点意外，我好像印象中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博派的标志吧啊。那车形态的话呢，一体性也是很好，所有的零件都卡得非常非常的稳。那货柜的话呢，就组合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凸跟的那个结合，那扣上去之后的话呢，这个人家说的完整的 OP 的话呢是必须要有货柜的。而它的一个车尾啊，包括这个货柜前方留出来的这个空间来讲，是完全足够它做这样子的一个回转的啊。那么它的一些特效件啊，也给各位做一个特效件的一个展示吧啊。特效件就是它这个就是一个起飞的一个状态。那扣的时候呢，就它是有对应边的，如果你扣错边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装进去。那这个扣的时候诀窍就是这个边啊，这里有一个外侧，有一个外侧的是要靠着外侧靠外侧这样子啊。好啦，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就有一个我的信仰之跃，然后瞬间击退了很多的狂派的一个成员。所以说吧啊，这个致敬的各种梗啊，还有一些配件什么的，可以说有人说它是小 MP， 我觉得如果以配件量来说，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么说，没错。甚至我觉得吧，它的变形还是比较简单好玩的。MP44说实在话，我没有收，我也没有心理收，那个价位跟它的一个变形有的没有的，真的就是只是把它变成是把钱变成另外一个形状摆在柜子里头了啊。我个人反而会比较推荐你，如果你真的很喜欢86的 OP，那么这一款 SS86 的指挥官级真的是不要错过。而且我入手的价格，以我入手的价格台币2700-2800，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了啊，是近期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优秀出色的玩具，推荐给大家。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